好难受哦。我说珍惠姐，你一下抓肉一下捧脸的，就是想要再瘦一点嘛。女生们永远会对自己身材不满意，瘦还要再瘦，就像张泰山永远想要头发多一点一样。尤其有在运动的美女们，更要注意饮食搭配，可别让减肥目标跟张泰山的头发一起凹洞。运动前少吃或是不吃食物，或者在运动中喝一些茶类，其实都是非常不均衡的。饿肚子运动容易低血糖，运动难持续更不好瘦，建议运动前半小时来杯香蕉牛奶补充蛋白质跟碳水化合物。运动时喝无糖茶容易利尿，加上排汗身体就可能脱水，减肥不成还有害健康，建议喝水最好。如果剧烈运动超过30分钟，则可补充低糖低钠的运动饮料。运动后只吃菜会让肌肉吸收不到热量，肌肉量下降更难消耗脂肪。运动完半小时内可以吃地瓜或三角饭团，搭配低脂牛奶，热量不要超过300大卡，帮助肌肉补充能量。和这位姐一起迈向好身材吧。